我操嘞！到底穿透我们的厉害。 我操！他把人杀了耶！他能把人杀了呢？他往这跑啥呀？他往这跑啥？我可不想，我是好人，他往这跑啥？我就准备避开他了。大哥吓得立马转向，他跟着我干啥呀？他把这个人杀了，我先不帮他了。 钱包，兄弟们，看他的多肥老人，直接把他卖了，这不叫卖，兄弟们，咱不能组队，不是卖他，真不是我卖他，不能组队。打第一个人，我本来准备自己解决的，他把我人头抢了，没事，他死了。好，下面游戏正式开始，兄弟们，这怎么能叫卖呢？这肯定是。 不能组队，咱们玩游戏不能组队。哦，这人盒子在这儿，我以为在车那儿呢，不在车那儿。这可不叫卖啊，兄弟们。 只是借刀杀人罢了。 含泪点炮，口水都他妈流出来了，爽，兄弟们！单人单排，兄弟们，这可不是单人双排，不对，这可不是双人单排，这单人单排。我操，装甲车，给抢了！还敢打装甲车？这是我的，落慢一点，落慢一点，落下来之前我把它撞死。 完了完了，来不及！哎，这装甲车被他打烂了，要爆了，装甲车。 他妈的，这是你自己的车呀！你他妈偷我是吧你？是。啊，这都不是。大家辛辛苦苦在等装甲车，被我直接上车拿了，气死了，兄弟们，该清掉了。好不容易的装甲车落地，被我直接开了。 爽，兄弟们，就是干！这个车要爆了，应该就剩一点血了，别开了呗，没用了这个车，走吧。觉得主播玩的不错的，可以办办卡，兄弟们。过过右下角的办卡任务，兄弟们，觉得还可以的。秘密钥匙，别开了，断脚趾。 单排的装甲车太脆了，基本2梭子、3梭子就打爆了，100发子弹，如果100发子弹全中就爆了，已经太行了，太脆了。密室哪里有密室来着？
看看这个地图，密室，一号点是密室吗？ 我操！我尿了！我尿呢？我的尿哪去了？我饮料呢？这房间好像有人，停了个蹦蹦车，好像有人，兄弟们。密室没开过，但是停了个车，有老六。等圈缩了，我再拿吧。等他走了，我再拿。 我尿没了，完了，尿是本体，不能把尿打满，活不下去了。这房间有老六，等他走了，我再过去开密室。圈疼，这个圈不疼，笑圈缩到了疼，这个圈不疼，到了就缩完了才疼。这个圈，等他走了，到密室里面，密室里面有料的。 觉得主播还可以的，可以办办卡，兄弟们。哟，空投，大自然的馈赠，兄弟们，这大仓不能有人呗？我看看，别溜我，全都收走了，把你哥溜了。 大自然的馈赠，操！不能把料打满，好烦、啊。上面不敢捡的，兄弟们有点怕有老六，没有吧？兽医。 哦，完了，带错了，没事，别捡，没东西了，赶紧去密室摸一摸，还可以，这圈没缩到，不疼，缩到就是没油了，别去了，不能去了，没油了，去了回不来了，幸好潘达提醒我了，要真过去了就完蛋了。 有的血没得用，没事，我有三个医疗包，直接把血打满。行呀，不带圈，进圈打医疗包吧。石头没人吧？前面有辆车。 叫马王八，自救器，只不过是让你耻辱的再活一次而已。自救器，马成这样，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起来可能是我马了，但我的真正的意图你就没有明白。
年轻了呀，哥们儿 这里就是你年轻了，我说实话。开车，很对。你以为是我马了吗？实则不然，我没马。只不过是为接下来的操作做铺垫，知道呗。还是太年轻了，兄弟们。要找个好地方。直接一个锁爆头，兄弟们，直接干他一枪头，把他打残，帅！这就爆头鸡蛋，六里哥，六里幼稚哥哥，小老六，全说了，你直接胡闹了。哦，六里幼哥，我什么身份？是你能溜得起的吗，哥们儿？也不看看我的身份，也不看看我的身份。厕所应该有一个吧。还两名敌人，兄弟们，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对吧？大声的告诉我好吗？我有个 C4 加自救，但是还有两名敌人不能搞。好，一个在右边那个棚子了，还有一个不知道在不在厕所。美空加 AWM， 这个人在哪儿啊？平原那个草垛。诶，他人呢？打了脚吓他，我操，我没跳车，完了，我还是第二，我操了，我没跳下车，我操！我操！最后一秒我按 F 没跳下去，What the fuck！
坏了，我他妈看到这个载具把我击杀，我就知道了。哎呀，我操，打工<笑>没跳下去，就差那么0.23秒，我已经按了 F 了，没跳得下去，我操嘞！没事，我们照样是冠军，帅呀，兄弟们。 这就完成单人99排49杀世界，兄弟们，帅呀，兄弟们，我们是冠军，觉得主播牛逼的可以办办卡，兄弟们，帮主播过个右下角的办卡任务，兄弟们喜欢主播的可以办一办卡，兄弟们过一过小任务。 我们是冠军，牛逼！喜欢主播的可以办办卡，兄弟们，大家有想免费估价的可以加屏幕上方的微信，兄弟们，全网最高价之后，脱坑入坑都可以加屏幕上方，有不想玩的账号脱坑的。 配油的加屏幕上微信换迷，兄弟们，想搞个绝版库存号、精品库存号的绝版 CDK 可以加屏幕上方，兄弟们。喜欢用的可以办办卡，兄弟们。确实帅，确实帅，办办卡呀，别光帅。要不是为了你们，我直接 AWM 一枪把他打死或者把他炸死用雷，这是为了兄弟们。 观看体验，知道吧？节目效果，要不然我能做出这种事儿吗？还不给我办张卡支持一下，要不然下次就不敢这么做了。不喜欢的，不喜欢优质的可以不办，不喜欢的也可以办卡，尽情的用办卡来羞辱我，好吗？ 小太一，就你了，从离开始，小太一。刚才一起跑毒的那位加我好友了，真的假的？还加我好友？我看看，真的假的？加我好友，加我好友干啥？我打单排，这个吗？7个月前，怎么可能呀？ 就是哪天可以打，不知道啊，最近应该不打。欢迎我酷酷，没事，再来吧。晚安，悠悠，这么整？今天打完游戏了吗，酷酷？ 这哪儿啊？哦，这是个钢枪点。帅呀，兄弟们，帅！就你累，你加油。哦，好嘞，酷酷。 Now the water is rising and I'm too tired to swim and my lungs just can't take it but I keep breathing you in do, do, do. So tell me lies, tell me painted truths anything at all to keep me close to you pull me under the way you do tonight I wanna drown in an ocean of you Ooh. tonight主播电脑啥配置？电机哥，鱼吧应该有吧？鱼吧有。橙子，我是你的粉丝，为什么不欢迎你？我是柚子。橙子，我是你的粉丝，为什么不欢迎你？我他妈是柚子，你这个假粉丝，现在是柚子直播。找地方拿个车。
明天你会上场打比赛吗？我不打哎。搁这，搁这。后面有辆车飘过去。Tell me all that the way you d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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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come see you. 刚好往上面开，小周一波，刚好空投，完美，这个圈。你老婆？什么我老婆？傻子哥。不慌，可以开下来，问题不大，多蹭两下就蹭出来了，一定要多蹭两下，这不就下来了吗？爽呀！今天玩的这么菜，怎么菜的？多牛逼！傻子哥，好久没有收到你的办卡了，傻子哥。给你右第二来两张呗，傻子哥。进屋有人就被宰，直接找个封区中心点，搜一波。谢我傻子哥的办卡，谢我傻子哥的两张办卡，谢谢，谢傻子，好久没有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了，傻子哥，谢谢你两张办卡，不愧是傻子，傻哥，居然哥，我操，自救器，一发入魂，密室不对，盲盒，一发入魂密室不对。一发入魂自救器，兄弟们，嘴瓢了。大鼻屎没啥用，爽了呀！自救器，开搞，兄弟们，没有武器呀，来把武器呀，哥们儿！爆掉了呗 ！MK12 加 M24 怎么的？有没有冲锋枪？这把冲锋枪也行。这怎么打呀？这俩枪，搞笑吗？16呗。金工头，不带桶油，刚有油嘛，没事儿，先别带了，先追工头了。开干，空头没掉，它掉的越往上边，就有人的概率就越小，它越飞越远的离航行，完全可以接。只要我摸到一把枪，就不怕来人了。不掉了吗？空投扎里。直接喂我嘴里。空投鱼 ，MG3 加妹控，来了 ，MG3， 又是一把四角盛宴。
今天我还没有暴毙过呢，今天不可能暴毙，今天非常无敌，乱杀，除非有人开车来，要不然不可能有人，就有人也只是开车来的，不可能有那种就野人野怪，绝对不可能。这恐龙头就不行，不能穿的啥，兄弟们，不能穿。 穿这个吉利服恐龙头有点垃圾，不没意思。来个 MG3， 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AUG加妹控，主控都还没摸呢，主控都还有枪。来人送人头。 哎，不打他，等他舔过头再打他。<笑>这种人不需要打他，因为他是必死的。爆掉他们！ 往右边封烟，他就想不到我这左边。看到没？上当了。再确定一下他是不是在那个树，在那个树就开始我的丢雷了，兄弟们。可能他不在那个树了。 我操！我他妈枪枪到肉，他反手把我锁头，我操了！还有这种事儿，兄弟们，what the fuck？ 脑瓜逼，兄弟们，我都他妈枪枪入肉，直接反手给我锁死，兄弟们已经很棒了<咳>。我上当了，他没上当，是我上当了，兄弟们已经很棒了，兄弟们，我们上当了，兄弟们。 打了他锁血了，兄弟们已经很棒了。锁血哥，兄弟们已经很牛逼了，兄弟们，帅呀，摔就完了，<咳>小摔，兄弟们，P90打不个 K2， 什么 P90 打不 K2， 我都枪枪到肉了。 但是奈何不是我枪枪到肉，但我不可能枪枪中，兄弟们，我们看一下他的操作，兄弟们，就我已经很准了，枪枪中，也不是枪枪中，就两发里面中一发，但他呢，说我，兄弟们，我们是布里茨，欢迎龙将，欢迎龙龙，看他。 我以为我们是那啥，是个我这是小丑，让他了解一下。<笑>这合理吗，兄弟们？这合理吗？这完全不合理，玩死不瞑目了，看到没？玩动了。 死不瞑目，兄弟们，这合理吗？出来反应。没事，一剑忘了，兄弟们，举报就完事儿了。
我已经向蓝洞汇报了，兄弟们，汇报情况了。再过两把他就没了，他号就没了，兄弟们。恶心人，非常合理，肥龙怀里的。这人双马尾，但是他衣服很拉，掉料去。八四，来了，兄弟们，开干！屠夫哥吗？屠夫哥晚上好啊，屠夫哥，屠夫哥，屠夫哥，好久没有收到什么哎办卡什么飞行道具了，屠夫哥，你看我这还零呢，屠夫哥，给你右地儿破一个呗，怎么样，屠夫哥？好久没有，太想你了，屠夫哥。想你的每一夜，每天都在想你，屠夫哥。我的好哥哥，你早就来了才看见你，没有啊？我知道你来了呀，这不趁现在没什么，就咱俩偷偷的私聊嘛，就现在人不多，很适合我们深入交流一波。屠夫哥，谢谢我肉梦哥的一张办卡，谢谢浮生肉梦的办卡，谢谢。谢谢我肉梦哥，老想你了。刚才人多，不好意思，知道吧？那屠夫哥在水什么意思？潜水？别潜水呀！潜水干啥？欢迎我酷酷，酷酷不是睡觉了吗？酷酷，酷酷跟龙龙睡觉去了，怎么又来了？这么穷，这个地方就一把 SKS， 怎么打？先打口链儿。别潜水呀，屠夫哥。
没有野区了，这个地方，那个房区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个野区会有人吗？没事，反正这把刚开局也这么穷，就算有人暴毙也没事。我们是要追风头的，不能浪费时间，一定要节奏加快。 再去其他地方搜的话，空投一会儿来不及了，直接就来这儿呗。逛淘宝没得了，宝哪儿呢？什么礼包？礼包是谁？我吗？我不是在这儿吗？<咳>我在呢。 哦，那没事儿了，有盲盒，哦，自助器，哎呦，爆料了呗，强心针，兄弟们，直接变成猛男，帅呀！ 打这个针会有神奇的力量。不是，我在这打个信号，他能听到呀，哥们儿。我他妈离他三四百米，他的这个防区，我在这这样的。 你他妈是千里眼不对，顺风耳，兄弟们，我在这个地方滴滴滴滴滴，就打信号，随便自己滴两下，他怎么还回应呢，兄弟们？隔着300米应该听不到车声，听不到这个滴滴声呗，兄弟们。不行，等会看大视角，兄弟们，记一下现在时间，35秒，1分钟的1分钟左右，这也能听到我的滴滴声？这合理吗？ 给我来了个回应，不合理呗？刚好就这么巧。晚上好，哦，空投来了，晚上好，巴扎黑，简直他妈顺风耳！我操，这空投掉在他这儿了，就这个 mini 的。 防区后面一点，空投，兄弟们，谢巴扎黑的一张半卡，谢谢巴扎黑。凑巧，他那个是信号，不是打人，打人怎么可能是这个枪声？他那个枪声完全就是信号，就不是打人的枪声。 要把车停在能保的住的位置，拔掉他们。橙子，晚上好，小太医，跟你哥闹了是吧？往那放个烟。 他肯定往那儿开，对，就往那个地方放烟。虽然说我没有掩体，对，那个他妈，我的车好像停了。这就是货拉拉吗，兄弟们，狗都不开。 就这么垃圾，火了了！哎，我操他妈没逼近，什么玩意儿？我他妈怎么是个机瓢呀？吓我一跳！<咳>
S哥也不揍他吗？这货拉拉不能一逼着，不然给他秒了。非常垃圾。没事，他没车开了，他开不了车的。他的车在我这个范围内，他绝对被乱抽。虽然他能捡，但他跑不了。不对，那边好停了个摩托车，这要开摩托车跑。 应该会卸胎，应该胎已经被卸了。先流苏前哥，这是一张办卡，谢谢。先流。他到了个石头了，应该没过马路。欢迎我柯儿姐，柯儿姐，柯儿姐，晚上好，柯儿姐。柯儿。 啥想跑啊这个人？卸你胎就完事儿了，哥们儿，别想跑了。哎，他什么枪？ SK 是被他杀了吗？跑了？不打枪了呢 ？SKS， 我只有一个嘞。 没有狙，对枪不可能跟他对的。我等一个人支援我。对枪肯定是没有对枪的资本的。欢迎小亮欧巴，欢迎我欧巴。 这他妈也敢开呀，他！ 胆子是真大哎！谁放了个烟？我操！这他妈还有个人？有人在打他们。 AWM 直接被他烧死了！我操，大菠萝，我好大的火力，兄弟们，操！这大菠萝怎么这么牛逼啊？我地上一趴，直接人碎了！我操了，大菠萝，狗都不玩，没事，暴毙吧，很正常，已经很棒了。怎么这么恶心啊？这个大菠萝，恶心人，兄弟们，已经很棒了，兄弟们，没关系，没事。 第一把暴毙，兄弟们，可以了。我们已经前50名了，很棒了。50强，47强，兄弟们，帅呀！ Gonna make you mine. Give me something real, something more than love, something I can feel. 大菠萝太牛逼了，兄弟们！就他妈连人带车一起干碎，什么玩意儿？确实没有办法，兄弟们。看一眼回应我那个。 回应我那个，哦，回应我哦，好，就刚刚那个防区那个人，那比利，就那个开枪那个比利，应该就是那个人。嘟嘟嘟嘟嘟。
开他的视角，莉莉。看到没？这时候刚好滴了一下，他好像这个，他好像在看到对面的人打信号呢。这俩人打起来了，这好像打不过，他没药了，然后跟对面那个人打信号。刚好我这时候滴的，同时滴的，你们听声音，这边怎么可能听到的？我开车嘛，就不可能听到我滴滴，非常的巧，兄弟们，刚好我滴了两下，他也回我一下。回放里面假的吧，这声音。回放里面的货车不是跟我游戏里面滴滴不一样，我游戏里面就是三长两短，哒哒哒哒哒。回放里面听不出来我那个滴滴，我滴的太快了，非常的巧，兄弟们，已经很棒了。3527117。摔暴毙了一本，换一个，兄弟们，再把这个嘟嘟嘟嘟嘟。来一把，兄弟们，人呢？什么人呢？创意功夫。这他妈人，这人在干嘛？机器人。顶我，他顶我，我操，老登，疯狂顶我，老登。嘟嘟嘟嘟，别人不是在吗？宿舍楼来一把，兄弟们，欢迎 Hisley， 欢迎我 Hisley。这么晚呀，黑着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刚到家啊，好嘞。谢黑子里的500个幸福券，谢我黑子里，谢黑宝，500个幸福券。
我操！谢我hit了5个永恒钻戒，5发钻戒，昨天也是5发钻戒，今天又是5发钻戒，又求婚了，可以的，疯狂求婚，每天都跟我求婚，谢谢我hit宝的5发永恒钻戒，谢谢。 是檀木还是弹木？肯定是弹木，什么檀木啊？檀木是什么玩意儿？嘟嘟嘟嘟嘟嘟。檀木，怎么没有枪声呢？ 什么情况？枪声呢？拔掉了呗，一根针。檀木可还行，拿维克多呗，哎，拿维克多呗，感觉维克多还是猛的。 还得是维克多，这不要这不要是乌兹，绝对打不死。年底士多，忙死了，明天还要早起。年底士多就12月份吧。我操，他妈大鼻屎狗，兄弟们，鼻屎狗。12月份还有十几天吧，没事儿。有年终奖吗？ 早起，几点起？9点起。不要着急，慢慢来。隔壁有喷子狗。嘟嘟嘟嘟嘟。恐龙王，兄弟们。 3楼，知道，打不到他。我上3楼不太行，如果他从这过来的话，我在3楼打不到他的。2楼是最好的。还是泰哥好玩，没事。泰哥肯定好玩，空投鱼，太爽了，空投鱼，然后来个 MG3。 再来个好圈，别说山上，乱杀，狂杀22个昨天 ，hit 鸟没看见昨天，乱杀，挂掉了吧？谁开了个摩托车呀？搞咩的？ 喷支枪头可以搞一个。MG 在蹲着没后座吗？蹲着肯定还是有后座的，趴着肯定没后座。机枪趴着都没后座。M29也一样。你昨天走的时候看见了一把20多的，看到了吗？牛不牛逼？ 你看我猛吗？今天昨天学习了又一笔子，今天走的样子去玩
乱死，不应该是乱杀吗？什么乱死？这不行，我听到脚步，好，就在一楼门口。喷子狗 DBS 打双排，发现泰哥里面机器人特别少。泰哥单排、双排、四排都没啥，都没有啥机器人，除非到了凌晨，凌晨人就少了。应该是你看我屌吗？这不太能说吧，万一不太行。你看我屌吗？黑死你，黑板。这话不太能说呗。又打死一个指使的，两个指使，又是个指使。这在晃啥？太远了，兄弟们，这维克多这个距离，感觉接受不了，有点。爆料了呗！谢我黑色的右手500个幸福券，谢谢我黑色的500个幸福券，谢谢我黑色的。要是妹子回答看就不太合适，看咋回答。这个梗儿应该都听得出来。你看我屌吗？嘟嘟嘟嘟嘟，再不打人打尸体了。别急，不能急，急啥？我们是宿管，急啥呀？到头来都得被我杀。我操！谢我黑板又是五发永恒钻戒，谢谢我黑板五发永恒钻戒过一星，还差两个人头过一星。谢我黑板的10个钻戒，昨天五发，就刚刚12点之前五发，12点过后又五发。黑板每天都来五发钻戒给我求婚，说不定哪天我就答应了黑板。今天这个点呢，任务完成的不太好。今天9点来的，9点来的，黑板，陈志打比赛，明天还有比赛的。爆料了没？还差一个人头过一星，兄弟们能不能过个一星？谢谢我黑板的10个钻戒，爱你，救命！谢谢黑板。我操，什么玩意儿？谁他妈打我呀？10个钻戒，那个房子不在圈，看到没？他那个房子刚好不在圈，吃毒。脚下方就是，怎么看比赛？就明天下午15点准时开始。明天下午17点，我就说这个3楼不好，谁他妈让我上3楼的？我就说这个3楼打不到人。这维克多怎么扫人嘛？就不应该拿，谁要我拿维克多的？我拿这个破枪干嘛？这个破枪有啥用吗？维克多，这他妈，维克多怎么玩嘛？走位，走位，开门，后退，走位，进来，行云流水。
哦呦，哦，哟呵，这种好事儿，还有这种好事儿 ，DBS 没有人玩。 八倍镜，这枪要能打到他就怪了，兄弟们，这维克多，姓黄叫啥？这我怎么办啊，兄弟们？因为大逼使没有用武之地呀。 我他妈跑进不了圈了，我怎么进圈？给我来个狙，一枪一个。他妈吃毒了，坏了，没狙，他没有车。我怎么听着有脚步呢？哦，八倍，莫甘娜，我操，没有子弹。 有狙没有子？哎，有了，好，好的，看我一发入魂，你搁这野外装奔是吧？操，来人了，我喷着呢。跟你又这个玩 DBS， 有这个实力吗，老登？我知道他是 DBS， 但他打不过，把他干了，我进不了圈了，兄弟们。要打死一个，他没漏给我呀，他那儿打不到他。 他妈的，怎么进圈？怎么跑毒呢？看后面有没有车。谢我黑石里的，又是好多幸福券。谢我黑石里，谢谢我黑石里。一星还差一个人头呀，兄弟们。 过一星耶，兄弟们，还差一个人头过一星，拔掉他们。这我黑子里的2000个幸福券，车就不理你，哪里不理你了？没事，他走了我就走。但我带什么枪呢，兄弟们？我现在带什么枪呢？他是什么枪？他是 AK 加这个。 解码 AK， 大B是肯定要捡，走呗。你这个主播真的怂。 那你就说对了，这不叫怂，兄弟们，我们是什么？我们叫稳。怎么能叫怂呢？他开的刚刚开的是那个车吗，兄弟们？不是这个车呗？对，就这个车。没事，他没看见我。 拔掉他们！哎，干啥呀他？今天几点？今天晚点。今天，看情况吧。左边有摩托车哦，好嘞。 好兄弟，摩托车。
这逼歇不到我的菜，这不就有了吗？直接进城，兄弟们，到毒边打个药，直接进城。谢阿德蒙斯的一张饭卡，谢谢阿德蒙斯。有只是猪，我兔什么时候来的？我兔吧，欢迎我兔。 没人吧，哥们儿，这毒鞭，操，这趴的怎么有延迟呢？看到没？不会这摩托车没挡掩体把我狙死吧？没钱没换子弹，换个子弹。刚来，今天晚一点，怎么了？意思呢？要听着我。 声音睡觉吗？你幼稚宝贝儿，陪你入睡好吗？我们来这个楼，右边的楼感觉有人的概率大，我们来左边这个楼。先来一栋，另一栋我们可以等会攻过去。聪不聪明？爆掉了吧！ 哄你入睡，我的宝贝儿，不对，应该这么说，哄你入睡，我的宝贝，这样比较，就比较，押韵一点，宝贝儿的话不太行，不押韵。一天不听幼稚老公睡觉都睡不着，是吗？感觉前段时间我兔宝很少来，要么就是不说话可能。 前面有段时间，一楼阳台，一楼箱，我有一楼箱，这不是一楼箱吗？不是，这不是一楼箱吗？这房子没怎么搜过耶，不是没怎么搜过，是有这么多好东西他们不捡，说明很肥，就搜这个房子的人。 那为什么会很肥呢？因为他是从别的地方来这个楼的，他搜了一下，然后他就是从其他地方搜过来，比如说某个城，然后进圈来到这边，搜了一下，然后发现这个地方不好，去了隔壁，所以说隔壁应该有人。因为如果他是本地人的话，什么小药什么东西肯定都要捡，所以说根据我的经验，这边有人，这个楼。<咳> 想啥呢？嘲讽他而已，什么嘲讽他？一天不听幼稚老公睡觉，什么嘲讽？这难道不是对我的爱吗？我黑板，对你幼稚老公的爱吗？不是吗？不是，我兔宝，说错了，<笑>他妈，说错了。<笑> 黑板，兔板，兔板，不是黑板，黑也是宝，但刚刚不是叫黑板，叫的是兔板，对不起。我们不是渣男，兄弟们，<笑>都叫错了，干。兔板，兔板，黑板，兔板，口误，口误。兔板。 兔宝好像也没听出来。那你是什么宝？你不是宝，你是活宝。没事，知道你是渣男，我不是渣男，兔宝。我怎么可能是渣男？目前已经12杀了，兄弟们，来，来个老六包六了，来，你六我一下，你试试。 你敢吗你？来六我来，就想被阴。一天不阴浑身难受。自动过滤什么自动过滤？秃宝秃宝，什么秃宝呀？拔掉老板，自动过滤。 给我兔宝来个火力全开！
关注发的目送十个奖品。审核一下。我操！我的发！这么玩没意思，下把泰哥，多好玩啊！你就不懂了，乐趣，不懂这个乐趣了，多有意思！网上吃个鸡儿，多爽！这是个车吗？给我兔宝来个火力全开，关注发的目中十个奖品。炮楼的圈，我他妈没有狙这个圈。一小小叉 CC 疯狂杀人，没事，一会教他做人，一会把我的大鼻屎塞他嘴里。让他尝尝，尝尝我大鼻屎的厉害。多搞点烟雾弹。大鼻屎没开枪，开枪了耶！我不在这儿不杀了一个人吗？宿舍楼，怎么没开枪？二倍大鼻屎，非常好用。好地方，看那边能不能打到我，打不到我可以在这抠两下。泰哥眼睛舒服一点，泰哥狗都不玩，今天的泰哥已经玩的够多了，昨天也是玩泰哥，玩两把这个爽一爽。我操，脚步。老六脚步，老六，我的夫啊！这他妈也有老六，比我还六不是？怎么这么六啊？跟我一样刚不好吗？小老六，还有四五名敌人，非常多平原圈。什么玩意儿？这雷不会是炸我吧？我他妈在炮楼呢，哥们儿，他不会在炸我吧？这从哪丢的这个雷？楼上，窗户也没破。哦，嘿嘿，先补一个。这人没被炸死呢，这么多雷没把他炸死。塞你嘴里，炸死！指使，打头了，再来个嘞！含住，宝贝儿！啊，这没炸死，这没扔到嘴里，握得很大，你忍一下。他应该进厕所，他进厕所了，不然这雷绝对含住了。又又叫叫，好的，龙龙，晚安，拜拜，晚安。龙，龙龙，恶龙，确实龙将，龙龙，确实恶龙，确实不是恶龙。
扶一下，赶紧搞了他！扶啥？别扶了，等死就完了，还扶了？不是一打四吧？ 不是一打四吧？求你们了，爸爸，不是一打四，告诉我打起来不是一打四，好吗？<笑>怎么没枪声了呢？突然，谢龙将的半卡哦，打起来，对，很对，卧倒。 你们打气啊！我进圈，谢龙江的一张半卡，谢谢。好，左边应该是起码两个 SKS 加98 K， 炮楼也是两个吗？这绿的是不是有点明显？啊，脱了，绿的有点明显。这边不是绿草，这边是黄草，要黄锦鲤符才好用，绿的太明显。 你没发啥？哦，你说他吗 ？OK， 我怕万一不是一打二，一打二打二怎么办？因为这里面就一个开枪，左边是两个，万一还左边还有一个怎么办？我得确定人数呀，不然我想去那个草垛，那草垛好像也不在圈，也不用去。还差一个人的位置，左边两个炮楼一个，还有一个老登没开枪。 没漏枪，就等你最后一个漏枪，我就可以随意移动了。就差一个，把撩打满。还有一个老六趴在平原，没有看到。 突然不打了，他们都不打了。一号点是啥？就是那个蹲蹲嘛，草蹲嘛。一号点，左边独边有一个，爬就完了，兄弟们，你一定不能起身，起身绝对没有好果子吃。击倒一个。 拔掉他们，左边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应该就这样了。给压过来，看到他了，是他们，那是什么？前面那个地方，刚刚看到一个头动了一下。 直接混烟，我操！别闹了，别闹了，哥们儿。
打起来呀，你不打呢？我操了他妈的！我们是什么？打工仔，操了他妈的！这个老登给他打工了，干了！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兄弟们？<笑>我们是亚军，帅呀！缩写这个逼，已经棒了，兄弟们，他缩写了。<咳> 已经很棒了，兄弟们。确实已经很棒了。<咳>睡了楼的，明天见。你寒穿，这个汪汪哒猫猫哒，装你再装，你寒装，再装，直接把你捉掉，汪汪哒猫猫哒，老登，也不知道你在看什么，显卡攻击，他妈十几个盐全扔了，全他妈乱丢，一顿乱丢。<咳>没事，已经很棒了，兄弟们，可以了，不就打工吗？我幼稚就喜欢打工，打工使我快乐。 再穿一次，汪汪哒，猫猫哒。钻石粉丝有什么福利？钻石粉丝给你整房管儿，以后你就是我汪汪哒汪汪哥，汪汪哥，<笑>就不是汪汪哒了，汪汪哥，再来一把，兄弟们，帅呀！ 再来一把，兄弟们，扩容弹夹就42发，为什么42发？对，扩容弹夹42发，对的。为什么 AK42发，扩容42发，快扩就是40发。 不装弹夹就是30发，懂吧？改版扩容，改版弹夹优先拿哪个？弹夹，反正连狙肯定要拿扩容，大狙也拿扩容呗。步枪你可以拿快扩，可以拿扩容，看你自己吧，都可以。<咳> 头盔啊！哎，玩让我陈志哥，我是幼稚。
搞得像个电脑一样，什么玩意儿？好他妈吵呀，兄弟们，听不到脚步。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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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收了半天，过来被我干的。爆掉了呗。一波肥，老登单试的，收了半天被我直接一枪爆了，帅呀！他上楼了吗？刚刚脚步没听清楚，他有喷子的这个人，两枪坐掉，你就是格雷胡斯，这汪汪的老狐臭了，好臭呀！别熏了，再熏整个直播间全有味道了。别熏了，别熏了，汪汪大，爆掉了呗！熏死我了，全他妈是味道，好臭。You say I do it, look good at him.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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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Come around.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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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这个老灯他不动，不知道他在哪里。这老灯不动啊，应该在四楼，他不动。老六六起来了，兄弟们，这个老六，老六，兄弟们，确实一动不动，绝对在楼顶，确实老六一个一个老六，确实老六。就在四楼左边。啊，不止一个，没听错呗？指死了，被人狙死了，操！捏个雷被人狙死了，两个堵了，全他妈单死的，全是单死狗。我们是马王吧，没事，
这个空堡垒，你爱了没有？我操他妈不是空堡垒！这他妈不是空堡垒，我都捏了一百秒了，都不炸哎！这个空堡垒稍微有点拉，小拉。 没事，这个雷很准，炸死！含在嘴里都不死的。他说捏空爆捏的真狠，听到没？夸我，但怎么没炸死呢？没炸死还是没炸？没炸死有啥狠的？谁他妈给我丢了个玩意儿？ 没事，再来个雷，这波空爆叫到主人，确定他的位置丢雷，再确定一下他最后的准确位置，一个雷把他炸死，看到他了，没事，已经很棒了这个雷。<咳> 没事，今天可能有点手软，兄弟们，有点手软，手里的软，兄弟们，并不是我马，确实是手软，确实是手软啊，确实是。 手软，我说确实手软，确实手软，软手，确实啊。 是不回头干，赶紧把他杀了。好，我操作了，别着急，杀他之前我们要干大事儿，那就是拔掉他们。你个人吓人了你。 他妈的，这把他干掉，兄弟们，飞天大 C，互打八打，兄弟们。
手忙脚乱，胡打八打，瞎鸡巴开枪，就是干。总之就是一个字，摔，牛逼。直接拿下皮卡多，帅呀！帅呀，兄弟们，确实帅。拔掉了没？确实帅，确实帅啊，确实帅啊，兄弟们，确实帅。小帅，确实小帅。八倍剑，怎么说？确实帅，确实不帅，确实帅。太尬了，玩的就是这个，兄弟们，什么太尬了？确实不尬呀，什么叫尬呀？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格雷胡斯，主要是偶尔犯个病，知道呗？偶尔就会犯病，被传染了，都怪这个汪汪哒、猫猫哒。本来我是挺正常的，他给我传染了，这个汪汪哒。本来我挺正常的，他给我来什么确实什么什么确实，老登给我传染，确实是被传染的，确实。车停在后面，不要被卸胎。拔掉了没？你耳聋啊？没空！我操，真是没空！大 B 十加没空，让我进圈找个房去。这把 B 世界 DBS 加没空，帅呀、啊！中了加速器怎么领？7天之内给你发奖，称之为的幼稚。7天之内给你发奖 ，understand？ 皮卡多霸主，兄弟们，牛不牛逼？帅不帅？牛不牛逼就完了，你就说吧，牛不牛逼就完了。进洞，兄弟们！什么叫车技？什么叫牛逼的车技？直接谁也卸不了我的胎，车王吧，兄弟们！拔掉了没？哎呦，还有个全新三级甲，打我一枪甲也没事。又是啥学历？我是金丹进的，金丹。听说过吗？还他妈打我呢，恶心人是吧？你他妈再打一打，你试试，啊？恶心我是吧，哥们儿？好活着不香吗？开两枪能证明啥？你牛逼吗？你中了没100也有90次了。中了中100次应该好像可以领鼠标垫吧？好像是。我
我懵懵兔，我兔宝，鼠标链闪闪，把我人直接送给你，怎么样？我他妈承受了一个师的火力，扔车分离，进厕所，拿下，帅呀！ 厕所天命券，爆掉了没？请问上门安装吗？是的，鼠标垫。哼，上门安装吧。操！哟呵，你等我把血回满的，血不满我先不揍你们，等我血满了揍死你。回春，春回。 确实，厕所就是家，家就是村，回村啊，兄弟们，村回村回，回村回村，<笑>他妈的，不要传染我了，兄弟们，<咳>你只要鼠标垫，别传染我了，汪汪哒，么么哒 ，MIT， 别他妈传染我了，再传染我，我他妈要被抽晕了，被抽晕了耶。<咳> 别传染我了，不许这样说话了，我要回归正常模式。一直传染我这些人，好好说话不好吗？给你幼稚哥哥整不行了，确实整不行了。 一直要鼠标的，难受，受难，难受，受难。血回满了，这不开搞了吗？他们躲到那个破后了，马路边破后。红楼不应该打他吗？红楼没人吗？不打他屁股吗？左边的我应该打不到。近点拉过来，他凭什么拉过来？他能拉到这儿吗？别人不揍他屁股吗？就让他拉过来。这边人要跑毒，他们应该可能会去他们那个坑，总不至于来揍我吧？山上也要跑毒，山上但回到这个厕所，应该也不会来找我，问题不大。但那个大仓那儿下面平原应该都会来搞我，没事。我 DPS 加妹控，无敌组合，爆掉了没？ 看后面，后面不知道有没有车，没车的话应该都会往我这走的。<咳>他妈的，这汪汪大又开始了，复苏复苏的，别复苏了，一会儿让你复苏，熏死我了！这倒的还是打药？好像倒的，别熏我了。 熏得我不行了，确实摇头不行，直接秒，上头，子弹好多，随便打。 爆掉了呗！过年也要外面，这封烟干啥？那边不是人待吗？为什么要过马路呢？封烟搞啥呀？还是单室爽，单排的话，现在这个点估计也就有对狙的声音，就不可能有这样这么热闹。还是四排爽，这老灯。 一颗雷炸死，再见！我操，这个雷扔到嘴里。
含在嘴里没有扎实。Are you kidding me？ 你在逗我吗？这个雷都没炸死，含在嘴里了，含住了都没死，我接受不了，有点两枪，我不能出去打他，坏了，下个圈我车应该少俩胎，我只能顶他们了，我下面先打了吧，先干一个，减点压力。啊！致死！我操，车怎么挂了？车怎么炸了？我的妈！哎，就漏给你一个人，就跟你对枪。不漏给别人，就漏一个。左边还有人，不是一队的耶，这圈怎么过呀？凉了个屁的了。先封个烟，过点。完犊子了，他妈被抽靶啊，兄弟们！打没？打没？打没？打没有？打没？挂掉他们！爸爸，别打你，别打你儿子，别打我了，爸爸。碰不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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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了！哎呀，怎么他妈喷不死他呢？跳起来喷他，喷不到，操了！哎呀，他妈的，他妈一万个枪打我，你怎么不早把他打倒呢？这跳起来喷不到他呢。哎呀，操了！打没打？跳起来喷不到他，喷不死他，兄弟们，不跳起来又打不到他，跳起来又喷不死他，操了！没事，一剑棒了，十六杀，帅呀！全在打我，这个圈看不看一下，兄弟们，多少个在打我，全他妈在打我，干，这么难受呀，谁都要揍我，兄弟们，锁血了，差点锁血成功，兄弟们，打没，看一下这个地图上，兄弟们，这也是打我，他也是打我，他们三个也要搞我，这儿呢也揍我，原点也揍我。这时候我在这个地这石头的时候，一万个人打我，操了，这也打我，他也打我，这个人好像也在打我，他也在打我，他们更要打我，哎呀，一剑棒了，兄弟们，可以的。四个人都要给我来两枪，没事，一剑棒了，别他妈胡臭了，兄弟们。再胡臭不行了，猎狐大队，我操了，这个老登猎狐大队，好，很好，汪汪哒，猫猫哒，你今晚可以不用说话了，汪汪哒，猫猫哒，除非你办卡解锁，
除非你办卡解锁好吧，要不然你今晚不需要说话了。猎狐大队，真是不要命了，汪汪的，这种话也说得出来，受气包，对吗？受气包还差不多，他猎狐大队，直接把他做掉，小丑一个，一个小丑，小丑一个，汪汪的，直接把他做掉啊！哎呦，大熊是吧？大熊是吧？猎狐大队很好，大熊一张半卡解锁，不对，大熊不是首犯的，起码两张半卡。大熊，做掉做掉，兄弟们！再来一把。Pick out 兄弟们，红楼还是赌场？红楼呗。你有蓝书包吗？确实，要讲被踢了一个，看到没？要讲那个被踢的人。就他有6级7-6，他被踢了，他都有特效，兄弟们，这就是氪金的力量嘛！就被踢出游戏，检测都能有特效，这就是氪金的魅力，兄弟们，充钱。这么一点人不够我杀。就这点人不够你佑哥杀的，我说实话，下去吧。开干，兄弟们，这把不要扎眼。谢谢汪汪哒，么么哒的一张办卡，谢谢汪汪哒。好，汪汪哒，今晚容许你装杯，汪汪哒。大熊是吧？大熊熊大大熊熊的，确实烧死。我操！我还在搞大熊呢，怎么突然冒出来个人我录了这个老的，拿了个喷子，想干嘛呀？啊？想打你幼稚哥哥吗？喷你幼哥吗？喷子狗，直接把他捉掉呀，兄弟们！喷子狗，给你留的。消音也不是，只有1.14余次能办卡吗？不够呀，6余次才能办卡。
六鱼翅1.4，那为什么会有0.4哦？就那个什么666什么的。爆掉了呗，掉呗，兄弟们。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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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醒来的后边，I'll be waiting for love, waiting for love, come around。嘟嘟嘟嘟嘟嘟，优化了还是没你的喷子厉害，我还没杀人呢，我喷子，我的喷子厉害，我的喷子一般般，看喷子。喷子狗还得看我橙子哥哥，喷子狗。爆料了吗，兄弟们？肯定是演戏，兄弟们。他们刚刚打完了，他们现在演戏，勾引人过去。这人在3楼，他在2楼，怎么可能会打起来呢？演戏，兄弟们，不要被骗了。演戏，戏言，演戏，想骗我过去，然后把我做了，确实有够恶心的。给他来个活力全开，关注发弹幕送10个样品。我操！谁他妈丢了个雷？我丢了个烟，这雷是后面炸的呗。我刚还在演，还在演戏。送了多少个加速器？怎么炸？到四星里面炸呀？四星里面，飘七六杀人不是他们杀的，那飘。在别的地方，他们这两个人疯狂演戏，兄弟们，打了这么多枪，毛都没看到，就想骗我过去，狗都不上当，兄弟们，狗都不会上当。哎，好像不对，好像真打起来了。T x H，好像还真有一个人，让我去会会他，让我去会一会他，兄弟们，有种你就把我打死在半路，要不然你完蛋了。我来了，等死吧你！直接盲猜！我操，他怎么在那舔包啊？他这跟我想的地方不一样哎。